我那本，我给那背包整体，我给那背包整体就差不多就是这样子啦。那我有一个疑问，可以问一问大家，因为我不太知道这一个在背后的这一个袋子到底是要干什么，是要让你挂东西吗？还是干嘛用的？这一个粗粗的袋子到底是要干什么用的呢？知道就在下面留言一下吧。那这就是我们今天的 Gaston Luca。的包包分享开箱影片，那当然喜欢这影片，在对我们频道可以看更多的相关影片。这里有一个全部是开箱影片 playlist，make sure you check it out。My name is Kaiwan，and I'll see you guys next time. Bye bye.